网络时代，任何地方发生一件事情，你都知道。问题你要赶快为他们生起悲心。第八，不为毒药所中死，不会中毒而死。第九，不为蛊毒害死啊，给你下蛊啊，所以害死。第十，不为狂乱思念死，那不会因为神经病发作。现在各位看到西方社会吃很多药，他们在这上乱发抖，甚至跳崖自杀，所以这个叫狂乱思念死。第十一，不为三束癌案坠落死啊，现在很多人都去照相，然后就摔死啊，赶快念大悲咒啊啊，希望他们这些不会摔死，摔死的得超度。第十二，不为恶人厌媚死，碰到不好的人给你放什么小鬼啊，给你伤害你，那念大悲咒不会遭受这个。第十三，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，这个冤亲债主，随便你在走路推你一把，你就可以摔下楼梯撞破头而死啊！所以你开车的时候，他让你眼睛闭一下，那你就会死。所以这些邪神恶鬼，那么各位多念大悲咒，他不会伤害，所以多念。第十四，不为恶病缠身死，慢慢的现在得癌症很多，痛苦很多，但是念大悲咒没有这些恶病缠身死。第十五，不为非分自害死，就自杀啊，所以念大悲咒也可以超度所有自杀的众生。好，那各位这样了解了，然后我们念大悲咒的时候，大家刚刚知道了，存起了十种心，也发了大愿啊，所以十二大愿也能够帮助六道众生，又能够得到十五种善生，消除十五种恶死，这样来回向给众生。那各位，请把这一本带回家，好不好啊？开始修行啊、那么当然你可以把大悲咒的经典拿出来看一下，也不是很长，但是为了众生要修好啊、因为可以帮助很多利益这个世界所有众生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医院张尚纯医师。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，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，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。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，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。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，请配合政府的规定，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，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，也免得受到处罚。不管疫情如何变化，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，不要彼此贴标签。我们要互相包容，互相协助，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。佛教智慧故事，点灯供佛，得证圣果。传说每年的七月十五，释迦牟尼佛都会经过这条街道。那个时候，附近的居民都会点起灯火供养佛陀。停轿。
此处为何点灯？启禀大师，今天是7月15，释迦牟尼佛会经过此地，所以百姓们才会点起灯火供养佛陀。释迦牟尼算什么？我才是真正的佛陀，你去让这里所有的人熄灭灯火，不然的话我就禀告大王惩罚他们。什么？竟然有一家不肯熄灯？弟子费尽口舌，软硬兼施，可那人始终不肯屈服。那就别怪我无情，随我进宫，请大王定夺。大王好剑法！法师连夜前来，可有要事？刚才在市镇上，竟有人为释迦牟尼点灯，显然是对大王不满，意图谋反。那人只是点灯，没有那么严重吧？啊，大王难道您忘了，那释迦牟尼乃是先王推崇的人？大王您大义灭亲，手刃先王之后，释迦牟尼一直在背后诽谤您。那人敢冒天下之大不悔，给释迦牟尼点灯，显然是……不用说了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，竟敢供养我的敌人。这么晚了，官爷有何贵干？大王有命，令你马上熄灭灯火。我们国家的法令没有哪一条是不准百姓在夜里点灯啊。民女参见大王。起来说话。谢大王。我问你，你今夜为何执意点灯？启禀大王，夜里有了灯光，眼前的道路就可以看得清楚，不会踩到污泥，不怕狼狗吠叫，还能让心中升起智慧。你可知道今晚释迦牟尼要经过这里？民女知道，正因为佛陀要来，民女更要点灯供养。释迦牟尼只会妖言惑众，我才是真正的佛陀。民女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只要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都有成佛的希望。这些都是释迦牟尼说的？是的，大王，佛陀还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，尊重师长，这样才能家庭和谐，国泰民安。大王，他这是讽刺您杀害先王，诅咒国家不得安宁。大胆女子，竟敢以下犯上！本王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是否还坚持为那释迦牟尼点灯？佛陀身体力行，字字珠玑，他是百姓的楷模，国家的希望啊！住口！佛陀，我自问前世并没有广积什么大功德，为什么死后会投身在刀立天宫，成了天女？这全是你前世点灯的果报。
从此以后，少女多次从天宫下来，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，而争得出果须陀洹。点灯的功德可以得到八种快乐的果报，分别是：一、眼睛明亮美好；二、观念正确；三、具足天眼，可看见遥远或细微的事物；四、不会破戒；五、智慧圆满，证得涅槃；六、行善业没有困难或阻碍；七、常能见佛，做一切众生的眼目；八、当转轮圣王、刀立天王或大梵天王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追求真理。